大家平安。其实啦，伫世界古文明，各种世界古文明，伊家己分，家己细连，家己分类啦吼。讲希腊的文明用智慧做根据，犹太人的文明，希腊的文明用信仰做根据。另外，伫地南边。先生的遗孀在烦恼一项代志，那李南龙先生为着争取100%的自由，这要安怎复团落去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尤其是台湾人，搁一个足快灭去一个民族，最后在咱的教会有找到。3000多年的历史，和犹太人灭亡的历史，就是做礼拜、纪念礼拜，同款。蒋介石先生要让伊的精神传落去，这嘛是一个最好的方法。圣经安尼记讲，神就是所有人的实在、无看见的代志的标准，也是讲证据，用。适用在咱今仔日的立场就是安尼，神就是地南洋所有人100%的自由的实在，无看见台湾独立建国的证据。我相信这款的信仰对咱独立建国有足大的帮助，有这款的信心，地南洋先生、蒋介石先生虽然死。今仔日这款的信仰，要搁得讲话。蒋介石先生虽然过身去，伊要得讲话。今仔日的基督教，就是希腊文明、甲希伯来文明、两希文明。2000年来融合的结果，耶稣在世间的时候，对世间有两项足大的贡献。第一项就是要做头的做老人的车型，要做大的就做人的萝卜。为着要做王，中国的文化，为着要做王，惊太死老爸嘛是足正常的代志。要做大的，就做人的车；要做头的，就做人的萝卜。这款的真理到今仔日嘛是要得实用。选举若要搞的是，要选举的人是不是拢话讲要做唔做咩？哦，咱真甘心，票价投落有代志去催的时，无干啊！民主着是你民我主啦，你老百姓我做头家啦。所以你嘛就提我所为来甲赞助者，我来甲你造唔造艺术，因为走调去啊。第二项的贡献，就是咱今仔日的圣经所读到的，讲耶稣受苦去的时候啦，艺术就是安怎，连希腊人都来找要见耶稣啊，所以耶稣知影讲伊的时候，什么时？唔是。是登基坐位的时，迄、那个登基坐位伫什么所在？耶稣的王位伫什么所在？是不是决定？艰苦，咱台湾人拼生拼死咧读册，就是要食一个较快活的头路。遇到艰苦的决定，是一件即款的代志，是足可怕的代志。见效的代志，总是耶稣在世间的时光，为着要宣传上帝旨意，伊去行十字架路，所以这咱看作艰苦见效的代志，在耶稣的眼中，正做什么？正做阳光，死就是阳光。台湾，咱上无爱死。阿嘛真惊死，死是一个恐足恐怖的代志。
我去高一找无四楼啦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就跳去你五楼啊！伊是安怎？惊死！你公务甲问，我伫四楼遐，毋免户口簿查，你一定是基督徒。啊，是安怎来啊呢？耶稣就是打破死神的关系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带来世间，因为伊行十字架路，死过活上天，圣神伫咱的内面做咱的帮衬。我话要惊死的门徒，十字架顶十字架时，走甲离靠卡遐的学生，圣神降临了，因正做上勇敢的。我嘛安尼信，有耶稣基督的信仰了后，是为着多无台湾人的幸福，是一件勇敢的代志。第六样先生，敢毋是安尼？前面话先生，敢毋是外外的见证？那无咱太惦遮咧纪念伊，咱嘛要对伊的脚步来行。十字架，罗马的刑具，今仔日变作福建人足爱挂的勇敢的记号，对耶稣来。啊，会当达到这款的程度，这有足长的历史在遮。我今仔日不是要教神学的课，我今仔日用这个过程简单讲给咱听。遐项就是人想做，人想做，用土粉来做，做出来做成人了后，一个尸体啊安那，然后将瓦器甲粉落去，全瓦起来，瓦起来做一个啥？瓦瓦的人，瓦瓦的瓦，就是有独立人格，逐个人拢有特殊的因素。特殊的才能，要贡献伫整个的社会的人，伊要来去学做咧分析海呀，画画的人，这拄啊甲咱的俗语在讲的，一枝草一点露，这枝草，画张树啊，你袂使甲看清草啊，是，因为草啊对世间拢有贡献，啊，再来。做人了后，伫这个所在，咱嘛感觉真奇怪，人到底是好啊歹？圣经一句一撒圣经名，甲你讲，人有土的身份，啊后啥对上帝来的迄落结果，规世间无的啥活命特殊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人会当做足侪好的代志，上时上了时的代志嘛，人咧做的。国民党在糟蹋台湾，就是这出啦、啊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呢，而且人台湾人，咱伫这个所在要生活，互相尊重，互相体恤，不是互相糟蹋，这是上帝创造人。这是最要紧的，不人做人了要创啥？建筑、做事、做事在希伯来语的内面讲，就是土的人，就是在服务土地的人。人在世间就是要做服务的代志。啊，在这个所在，在肯定人有尊严，人的内面有上帝形象。一个乞丐破相，总是只要伊若是人，伫上帝面前，别人拢平等，这是足要紧的。啊，第二项，咱看创世纪，出来记记，出来记记，就是一本路才翻身的教科书。摩西，第四。出世人就要爱伊的性命，啊，好佳哉，足水足缘投，所以伊的老母唔敢甲伊迄对好邻对叫伊安怎，有哪啊，互伊坐到尾啊，叫埃及的
埃及的公主，就可以做囝哦，总是会记住咯。伊是三人的内面，宋老母的你，迄三岁，予伊有啥物？予伊永远无袂记住，伊是希伯来人，犹太人，伊足要紧的，从中受。王宫的训练，最好的教育，尚是安怎？伊认同伊，伊四十岁出去咧巡视的时，看到一个埃及人咧欺负犹太人、希伯来人的时，伊无认埃及人做兄弟，认奴才做兄弟，甲因徛做伙。这个所在对认同，永远是啥？甲艰苦人徛做伙，伊即款的精神，义侠的精神，正做带百姓出来吉的一个气质。啊，上时呢，嘛要有一款人，埃及，互埃及欺负埃及人，拍迄个人，无说看看是边拢看无，迄个人安怎？予人欺负了，隔日伊去欺负家己的人，这叫做有条来搭有果。当然，败就是败，毕竟这个所在对外无半撇，欺负家己的人介厉害。这款当然，这款气质，我甲讲叫做奴隶气质，这嘛是咱，因为我无够较好个名个名，啊，所以这叫做奴隶气质。咱若要台湾正做一个一流的国家。台湾人的气质就爱干，有摩西的关系，摩西真著名。出来去了后，足奇怪，犹太民族是一个无王的民族，因为王和耶和华上帝造起啊，做摩西，即个伫咱台湾的确有一条摩西路，包一条摩西纪念馆，你以色列看看无？伊遐啦。摩西干那正做亚法罗卜上帝罗卜命定，王是亚法，不然知影一项足要紧的代志。当人咧民主运动，吼、哦，食无啥必应才对做先，甲骨哦，军雄甲骨，安尼未做伙者，留意摩西一世人。打拼一世人，伊连入去迦南地都无法度，因为伊只有是亚法的奴仆，台湾人的领袖，一群青年人要做台湾人一流的领导者，摩西是一个足好的模范。那是史书记载，那是亚法王，上帝做王，啊，都是。钱嘛，用法治入约伊迄个所在，甲百姓吼入约，亚和华是以色列的用的，啊，以色列是亚和华的百姓，以这款的关系内面，照义务去行就是公义。啊、所以在这个所在呢，吼，在这个史书时代呢，在遐个实验的中间呢，在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抢真要紧的。以色列人因在埃及，互人做奴才，所以呢，唔通欺负出外人，也唔通压制，因为恁在埃及捌做出外人。唔通压制，因为恁伫埃及做出，恁捌出来啊，出外人做出外人伫埃及，知影埃及做出外人的艰苦，出外人的心，留意，咱有真侪外劳，我就问咱，咱若好款待这外劳，照圣经的教示啊，到尾呢，这就是最好的啥？人间外交，各位，咱今仔日在台湾，吼、哦，大家
想知影新妇的艰苦，啊，总是安怎？那要欺负新妇，那就个，那就大家白做的关系。这我是咧讲古仔，真真多变啦吼，无请大家谅解吼。啊，先我来安尼，手压别个压，手压别，应该就来出身了，出头天了，就来帮衬。但可能啊，现在太安尼，这要我了解，这那是国民党专门在做的代志。咱这里那侪艰苦，但哦，过来，伊埃及人，伊现在进埃及，一出埃及就干得了，伊要做一群人，对希腊的多数移民去埃及。拍埃及拍袂倒，到尾也煞走来今仔日的加沙、加沙的走廊遐，才叫做腓力斯人。腓力斯人因伫啊，因伫以色列地，吼是一个城邦的国家，有王有封建制度，所以伫烧台时，因大概拢赢较济，到尾因不得不得倒，拢灭亡。啊！伫因伫立王的时阵，吼、哦，甲王同时出现的就是啥物人？先知，先知就是公明正义的代表，所以专门甲当官者伫徛的，就是先知安尼。啊，其实撒母尼立王立先知安尼啦吼。那、台湾人，因这个正义的事，咱台湾，吼、哦。咱所的爱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？咱的上帝，咱的神明，好来，查拉拜神，查拉拜神，拜两点钟啊！一种资料的拜神，第八界啊，第八界聊天顶啊，愈兴台湾是毋是愈乱？啊，这个所在人。甲伦理、宗教、甲伦理、信徒的伦理生活，拍到圣经的内面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审判世界的主是公义的上帝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所在，这就是今仔日咱家所读今仔日的经章，讲安怎？有王了后，王就是要作战，王就是要。照顾孤儿寡妇、艰苦无依偎的人，啊，伊个照顾唔呐，在世咧照顾呢，连因过身去的时，伊就看因的花做宝贝，有意。台湾这个都是，台湾有老偌济无辜的人的花，亲像今仔日。为太一冬大概有三四十八个鞋子死去，这拢是无辜的人的血，上帝在照顾的，所以咱都要关心这个代志。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王啊，照公平正义，照心宽。照正义来治理国家的事，要让国家兴旺，要让国家。最后，我用一个故事：日本时代，日本时代都是有迄个做啥改姓名啊？日本家庭，我安那在讲日本家庭的事呢？我、哦、迄一个医生啊，公务家庭，我一个剃头的，哎呀，公务家庭，伊感觉足袂平衡的。一般统治的内面，就是有阶级制度，有权有家。啊，这个医生的囡仔呢，去在干咩？骂迄个剃头的囡仔，讲下流下流啊呢。啊，因老母就去陪医生骂。啊，带医生骂了后，医生骂在食饭的时候，就甲因后生讲啊，因后生要做新闻啦，讲你都要认识哦，咱古早咱。吼、哦，爸爸在做啥？在做古力啊嘛，拍钢球，啊钢球甲剃头的差偌济？
啊，总是因后生做医生，心法啦，伊听袂落啦，嘛是要创啥，抓准家己先一条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，伊这个时到尾啊，伊逐时十五拢会去诊治，啊，有一日破病啊，袂当去诊治，啊，迄去食耽误人，到尾啊，迄、那个。找人甲你解讲，啊，解讲了后呢，吼、哦，这个乞丐讲大话来看迄个先生呢，这乞丐这边看先生了了，哦，甲伊伫遐咧讲，啊，两个讲安尼讲，菩萨呢，足爱食迄个做牛食粿，因后生拢饮淡酒，听咧，啊，所以呢，伊拢无要互伊食安尼，啊，到尾啊，这个乞丐煞去答应，别互伊食，啊，食食咧。了后呢，伫个所在，伊在咧脱皮，讲读大学嘛无啥会，啊，做医生嘛无啥物会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故事就是等不咱知影，咱伫什么所在，伊就成功，咱原来爱去进入这个医生嘛，去照顾这个艰苦人，今仔日咱就来。的纪念江月华先生的事，请咱的支持。江月华先生无因为有足运动，爬去你远的所在，颠倒是甲咱大家三甲伫这个所在，定定伫台湾，这个所在就拍拼。安尼，台湾到有前途，问咱。为接一挂城市来行头前，做你健康的路。啊，咱多谢桂林牧师下面的鼓掌。要再续伫咱续接吼，咱因为迄个时间的关系，啊，阿弥陀佛师，阿弥陀佛老师吼，要伫这个所在啊来迄个演唱，这个时阵是咱嘛是咱归师的时间。